一早起身吃翻个营养早餐先。咁多同事讨论呢单新闻，等我都追踪下事态发展。收工赶住踢波，储埋呢篇文，今晚再睇。个市咁大时代，梗系优先拣经济嚟睇啦。咦，呢篇文啱阿庄 ，share 俾佢先。紧贴生活每一天，明报新闻 App 已经升级啦，快啲上 Google Play App Store 下载啦。